哎，你好，你介绍一下你们今天这个这件事情好吧？我们收到长乐工会的需求，说要我们紧急找一下 N95 口罩，然后我就利用我们自己做贸易的资源，动员了美国很多朋友在 3M 的朋友，然后把 3M 最后的库存尾货我们都给他买了回来，希望能够帮得上一点，帮一点忙，尽一点微薄之力。哦，这个口罩是从美国运过来的？是的，是的，从美国连夜发货过来的，就是我们对，我们周一开始发货，我们今天就到了。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多伦多现在都买不到，你们一下子筹备到这么多？对，多伦多市场已经脱销了，所以我们问遍多伦多市场，所以我们只好问美国的市场。美国现在也是基本上我们买完之后也没有货的，基本。好的，武汉人民，谢谢你们。